生做一半期，点点做你的记忆，爱你的心赢过爱情事。对啊，你还会记哦？等下。我知影，阿姊。东东你好聪明哦。哎、hey, ，Hello， 哎、hey, ，哇，这个是你小妹啊？你叫东东。东东你好，我叫做文杰。文杰叔叔好。哎、欸，不是叔叔，哎叫哥。哇，够巧的啦！哎、欸，你小妹真高水呢，而且恁两个嘛生得真像哦。那是当然啦、啊，因为恁两是姐妹啊。对。啊，当然去得上啊。对啦，在，行。想讲要学做蛋糕，你当然袂当啊，会当出外口学啊。我探听过，这个师傅哦，是位五星级大饭店来的，唔是大家拢有诶哦。我看过伊啦，伊就有名诶呢。文姐，多谢你啦。哎，卖搞笑啦，蛋姐吼，你做一个好食蛋糕给我食，哎就好啊。我问题。我咪要食，你就知影食哦。西点大师，这样。应该感谢天的安排，咱来相识，双人的心内充满着期待，希望有好将来。相信阮，相信真情爱，不惊受阻碍。我只要有你，你只要有我，一世人袂孤单。心甜，予阮喘气也感觉甘甜。因为有你温柔眼神，阮看见是幸福的气味。亲像一首好听的歌，永远会予人拢唱袂散。我今天做的蛋糕够好吃，好吃呢。东东，啊你哥哥做的嘞？够歹吃的啦。嗯，什么够歹吃？那蛋糕是你跟我做伙做的呢，你莫负责啊。哎呦，叔叔阿姊做的好吃啦。对，你哪去做哟？上好吃。文姐，感谢你嘞，我今天真的有这个物件，我一定好好打拼，努力考取烘焙执照。要开一间家己的蛋糕店。嗯，刷落来就当出国比赛。哎，我恁名都听上好啊哦。老师叫做阿基师，你就叫做阿贤师。爽。对。没创意。嗯，没创意。是不是当出国比赛对我来讲也无重要啊？重要是哦，会当赚大钱。嗯。哥哥。啊。我阿姊哦，做爱情的，而且还是单身的。哎，豆豆，哥哥带你去吃冰淇淋，好不好？好好啊，我是两条，没问题。
小孩子吃两颗会蛀牙，吃硬水。好，小气鬼，小气鬼，喝凉水，喝完凉水变魔鬼。无聊哦，小孩子听不懂。行，代志拢摆好。多谢多谢多谢，我一定找一个时间哦，请你吃饭啊。等我选到议员哦，一定好好报答你啊。感恩感恩。啊，台湾未死为天啊，迄日头阳光强要惊死人啊！迄孙子的气温哦，吵架都要吸拍乌伊啊。好啦，先啉下凉水诶，啊。放心啦，你的皮肤这么好啊，免两天啊就白转来啊。啊，就算拍乌啊，嘛是一个黑美人呐、啊。你哦，嘴咧讲话哦，拢娇媚啦。我安尼病，拢是为着你，你千万唔通搞漏开哦。放心啦，我这摆啊，绝对让你做议员夫人。嗯。甲你讲一个好消息，阿姨这土地超单已经过啊，起码已经搬了。真实个哟，啊是台偌济啊？你起价。给两千万，老公，你真巧搞搞的，安尼一摆选举哦，绝对无问题啊。阿玲是安怎？把这当作竞选总部，也是恁村里的房间啊来？金宝姐，你别讲讲生气了啦。我跟恁讲，我已经查出一个地主来，叫做张正德。我家买那边的人，后来赚一寡钱，买一寡土地。马生讲是大地主啦，听讲嘛是一个建商，生意做真大。原来不是住咧市内，不过毋捌听过。阿姐，卖住来倒位，敢有法度联络到伊啊？我已经查到线索啊。我是讲你捌做过议员，人又搁生得这么体面，要是由你出面哦，比较较适合。好啊。我陪随东去，爱即马住伫倒位啊？明秀啊，这落代志呢，你要随东去处理就好啊。是安怎？啊，加侪人讲话，较有够力啊。我虽然是查到这个啦，但是唔知伊底细啊。人讲十寸交尻川啦，卡主讲了讲唔对话，是加晦气啦。哦，这落代志呢，多随东去处理，以后呢，再阁讲。明秀啊，今日有这安尼顾路嘛对啦，着先互我去探看卖，若有需要，咱再做伙去啦。我看你哦，顺几工气温啊，一定就忝啊，你先等下休困。嗯。好啦，我先等下去，若是有啥物代志，你记爱敲电话我。好啊。金宝姐。你是不是想要跟我讲什么代志？嘉宾秀知影？我唔是嘉宾秀知影，我是替你省麻烦。希望讲这代志呢，能顺利进行啊。这个张正德啊，因阿母即摆拢伫外国，所以呢，这个事业拢由因查某囝伫烦恼。既然呢，冰秀不要去，因爸爸拢是查某人，嘛讲较有话啊。这个张先生，因这个宝贝查某囝呢，到今摆呢，还阁是独身啊呢，所以我认为哦，你去甲伊讲，比较较适合嘛。金宝姐啊，你嘛较拜托啊，我已经有太太了，敢讲你要叫我用美男计，去瞧这样代志啊？大人即嘛是伫紧张啥物？我唔是叫你甲诱拐啊，我是讲哦，你个人身体较体面。至少嘛比我这个欧医生较有行情啊！假使讲平常若无去，哎，你若要甲张小姐讲几句好话，要甲巴结一下，哪里平常哦嘛袂吃醋啊，对无？你讲嘛对啦，也阁有啦。我已经拜托人哦去甲张先生拜过酒号啊。听讲伊最近嘛要办一个什么慈善义演，你着趁这个机会去参加，顺便去甲张小姐见一下面。这邀请卡我嘛给你炸了。好，我来炸王湘喜的客户案，去甲伊讲。
对啦，我想王湘玉呢，一定会想办法去甲伊拒绝的。你的脚步来较紧，爱打点眼进去，得。无问题。 金色年华建案经过受到景气歹影响，一百四十户全部卖完。为着要表达阮回馈社会的心意，冠玉建设公司正德文教基金会今仔日举办的这场慈善义演，全部的收入拢会捐予偏远山区的小朋友，做因的教育基金。我代表阮公司先捐出300万，希望会当抛砖引玉。 希望大家买当发挥你的爱心，我伫个遮想替偏远山区的小朋友，甲大家说多谢，多谢大家的爱心。非常多谢丁小姐的爱心。金刚组长呢，因为人伫个国外，无法度来参加今仔的活动，啊，毋过呢，咱后壁的节目呢，搁做精彩，大家慢慢欣赏。 留下来，再见，拜拜。再见。阿婶，李小姐，你好。你好，收款你。苏先生，你好，遮济啦。多谢。常常听阮爸爸提起你的大名呢，当时转来。拄到飞机啦。 阿伯知影我会飞机今仔日到位，特别交代我一定要捧你个场。阿天太好意思，你还阁有时差呢，都予你走一撮。我真欢喜啊！阿伯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无我就无机会熟悉你这位美丽大方，阁有气质的21世纪现代美女哦。苏先生，这我讲算笑的。今仔日阮是一个慈善的募款餐会。 我是张伟林。你好，我是刘瑞堂。我做过议员，即马伫台南投资，即个回来受着你爹的选举，希望会当继续替乡亲服务。老先生，要来那边坐咧讲嘛？免麻烦了，多谢。唔知影你找我有啥物贵事？若是苏安记有需要阮到出来，等阮爸转来，我会替你转达。进前我拜托一个朋友，请伊甲张处长约，也毋过一直无了约着你啊。歹势，阮爸即阵嘛人拢伫咧美国。我知影。 所以我才想讲，伫遮来找张小姐，安尼较紧。想要甲阮合作的公司真多，毋知影恁的开发案是伫啥物所在？是咱的故乡，云林岛内的庙口。哦。歹势，我毋是要牵扯你这啦，我是听讲张董事长是咱遐荣誉乡民，人不亲土亲嘛，再开恁动作是家己人。 这是商店街开发的契约书，请张小姐你小看一下。我估计过，代表挂休的人一天至少超过1000人以上。假使若是会当把迄个地规划做商店街来用，
一定会当增加真侪收入吧。歹势，老先生，今仔日我的时间排了真满，是毋是会当麻烦你用上短的时间说明一下，恁的计划是啥物？其实阮的计划真简单，张董事长毋免提钱出来，因为伊拄仔好有一块地伫阮规划范围内底，伊敢若出地就好啊。规划、建设、甲经营，阮有上专业团队伫替恁服务，一定做甲恁满意。当然啦，若是张董事长愿意家己去，伊若是有兴趣，安尼是上好啦。上主要就是讲，照我知影的，阮爸爸并无打算要将迄块地当作商业用地来使用。歹势，浪费你的时间，互你讲遮尔济，我实在是无权利做主，无。计划书留伫我遮，等阮爸若是回来，我会交予伊看。假使讲伊有啥物想法，才甲你联络，安尼好无？是我较歹势，拣唔着时间。莫安尼讲，是我较歹势。恁遮尔热心，却因为阮爸伫咧美国，无法度随搭破面。阮今日邀请的音乐家拢是国际级的哦。老先生，恁若是有兴趣？我用伊伫个头前安排一个位予你，免麻烦啦，我甲朋友也够用。那安尼，卖耽误你的时间。刘小姐，那客户书就麻烦你啊。无问题。那安尼，我先告辞啊。刘小姐。宋先生。哎，刘小姐。你个伫个遮，安怎？对台顶的表演无兴趣啊？不是啦，啊是我这凡夫俗子啊，唔知影要安怎欣赏音乐啊，啊乌白开价，惊互人讲我唔捌。你来遮尼客气，我听阮爸讲，你对古典音乐就有研究的，敢是阮今日邀请的音乐家程度无够？哎，唔是啦。哇，啊今日慈善义演来袂少人哦。嗯。啊，白人演名也真好诶。这个人缘吼，一丝仔关系都无，你应该真清楚啊。这款慈善募款餐会吼，拢是咧做场面的啦。会出价的人，拢是为着要甲阮爸做生意，拢是做慈善。其实吼，是关钱咧做公关有关系，看会当包一寡工程来做啊无？就算是安尼嘛，袂歹啊。啊，为君主管的钱，甲遮菩萨管的钱。对遐需要帮助的人来讲，拢同款啊！啊，生理人伫生理上搞袂通，连想着要趁钱，啊，着教老师教学生，啊，政治人物、服务选民同款啊！啊，生理人哪会用趁钱，佮兼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代志，嘛真好啊！啊，白白拢是钱，啊，是按照因管的钱，着感觉较垃圾，安尼对伊来讲无公平。阿伯一定知影管钱的人因的用意，而且。若是用个借一届机会，替偏远山区的小朋友捡到钱，安尼毋是真好。阮爸讲了无唔对，你的口才确实足好。哎，我毋是要甲你开辩论会哦，是大家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阿伯嘛有讲，你自细汉哦就介意音乐个，而且真够唱歌。你莫听阮爸胡白讲啦，我的程度吼，甲专业的音乐家比起来，敢若是幼稚园尔。你太客气啊！来！哇！哇！我们今天小童哥哥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啊，耍嘞来呢！好势！这位先生，我要介绍节目甲来宾，你都要出嫁了吗？各位，我有一个建议，那是会用请今仔日的女主人张小姐上台为所有来宾唱一条歌，我愿意捐200万赞助。哇，200万呢！啊，先生，你的意思是讲你要出200万，请张小姐唱一条歌？是。张小姐，唔知影阮大家有这个福气，听到你的歌声无？
太大声，实在是无值200万。要不过，为着偏远山区的小朋友，爱我唱几条歌我拢会哼。要不过今仔日吼，我实在是无准备，万一若是唱了无好，请苏先生还佮各位多多包涵。There's a beauty hidden deeply in the jingle bells. There's a beauty hidden deeply in the graceful songs. Beautiful voices fly up to the clouds. The valley answers with echoes of bells. Through the window, see the clear sky.选起一定要听我。哎，这没问题啊。那你们就动算。多谢多谢。准备走。回家顺利啊。准备。石龙。阿妹，你马来西亚。我就来到老爹爹啦。哎，我来介绍一个朋友，宋焕仁先生。哦，谢谢，你好。啊，这位是老水龙先生，之前做过议员。哦，你好，你好。啊，我拄则看你甲张小姐在讲代志，啊，恁之前就熟识哦。那就熟识，我都免遮尔烦恼啊。阮庙呀要开发商店街，庙头前哦有几大片土地是张家，孙主义就叫我来找张家讲合作啊。要唔过张小姐可能无啥兴趣啊。啊！你来了有时间啊，人你无用语言，伊来人管，管人歪操的。哎呀，我哩哦，好野人到的大小姐就是歹伺候啦。男小主位哦，计要替乡亲来做福利，我也袂遐尔骨力啦。哦，对啦，苏丹的亲戚嘛在台湾做研究的，对美国转啊，我第下当互你一寡建议哦。哦，原来苏丹啊，你甲张董事长是同行哦。啊，那恁你甲张小姐一定是老朋友啊。苏丹是安尼啦。啊，阮商店街开发，若是无张董迄块地，根本就袂做啊。拢已经规划好啊，若是无一项，就是地方的损失啦。所以毋知影是毋是会当麻烦苏董诶，伫张小姐面头前讲几句好话，会当替阮庙诶争取一下。啊，你倒来讲，我来遐找朋友先。哦，王掌柜。哎，张小姐无兴趣，一定有伊个原因啊。啊，虽然讲我甲张董事长有交情，啊，不过我完全无了解规个状况，实在真歹开这个嘴。无紧啦，看苏董你当是会用，我当甲你解释，请苏董讲指点者。啊，搁看卖啦，我即个回来哦，家己嘛有真侪代志爱无用，好，歹势。哎，苏董，苏董，你可能无啥了解。阮这商店计毋是凊彩找人规划呢，阮是找你做不动产的点子王王湘喜来甲阮建议的。王湘喜这人，苏董应该有听过吼？有听过，啊，不过无啥物交情。啊，我拄则听你讲，
商店街的开发对地方有真大的帮助。是啊，即卖每一个乡镇都希望会当发展观光事业，阮庙的经费这么旺，若是无好好利用，就真可惜啊。你敢明提契约书给我看？当然会用啊，看所长当时有用啊。啊，我俩顺续安排所长诶来阮庙参观，安尼讲较详细啊。无问题，来我就先多谢啊。这是我的妹子，哥带你弄。是是，多谢所长。去到即马拢一直咧敲电话，你是敲予谁啦？遮尼急？无啦，要找凯莉的，啊，拢一直无接电话，毋知咧变啥梦的。我惊伊约一个真重要的客户要见面啦，是要交代凯莉还是找无人？是啥物客户遮尼啊重要？无啦，啊，着公司合作的电视台通路商啦，真重要的。哦，敢是咧廖总哈？是啊，啊，要甲伊讲这后年度合约的代志啊，这个代志真正真重要。哎，文杰。迄个廖总的，你不是嘛熟悉？是啊，之前伊的业务吼，拢是我来走的啊。我甲伊哦，我去指点几啊摆。哎，那你敢袂用替伊招呼去走一撮？是讲，安尼唔知麻烦文杰无？文杰，敢袂甲恁招呼到啥个？当然是无问题啊。哎，姐夫，啊，你有什么代志爱交代无？无什么特别的代志啦。反正你甲伊嘛有熟悉，啊，就照之前讲好条件都会用你啊。啊，只是讲伊有特别的要求，啊，你就等我出院再讲。嗯，好，我知影。啊，廖伯杰，我是不是要麻烦你啊？你今日是不是要替我去公司啊处理一挂物件？我今日叫你一个人无闲要过来。好啊，啊，你今日我留伫公司啊。啊，今日就辛苦你啊。不会啦，啊，若是无代志，我先去公司哦。好，好，多谢你，没麻烦。哎，林伟，林伟，哎呦，我都无看到啦。啊，歹势啊，我代志吼，阿来无用，我先走。好，唔要紧，拜拜，拜拜，叫我送你。哦，好好啊 ，OK， 麻烦你，我先跟你爸爸讲话，好。林伟，你听，安怎有较好无？有啊有啊，啊，你咧家己哦，三宝无甲你做伙来。哦，伊咧无用啦。其实我甲三宝真正知影你住院，就想要来看你啊。啊，不过最近厝内就发生真多代志，所以才会拖到今日啦。没啊，我是无什么代志啦，你免大惊小怪。嗯，啥物无啥物代志，我们断伊几日工啊呢？哎，这样这样，来来来来来。文杰，歹势啊，无先问你的意见，就叫你去斗三工。袂啦，我都讲过啦，代志过就过，我袂扣分啦。而且你是董事长，我哪可能唔管啊？多谢你，啊，不过你等下若对着凯莉。你得要小心来一下，莫伤冲动哦。嗯，我知，我是去斗三工尔，袂甲计较遐个啦。伊若是有意见，我就叫伊甲陈姐夫讲啊，我袂讲遐有诶无诶。好啊，来了拜托你哦。嗯，无问题。拜拜。拜拜。真正啊，虽然咱兜嘛是吵吵闹闹，也毋过不管怎冤，总是一家人啊。你家的问题哦，就无遐单纯。这我了解啊。讲来讲去哦，就是因为三宝伊妈是人个后手啦。啊，要认真讲开哦，恁甲你家是无任何血缘关系啦。唉，两位啊，啊你伫厝啊，是大家上疼惜的小妹呢。啊！大家把你当心肝宝贝，安尼惜命命。啊，爸甲大爷若知影讲你即马受这么委屈哦，伊会足唔甘的啊。所以啊，我着尽量莫甲你讲伤多啊。你遐歹势啊，啊即马大爷我甲你讲遮，我即马已经无代志啊，你听听就好啦吼。
我可能听准多煞啦。哎，我看你啊，等我来出院哦，我找个时间来去拜访你。我要让因知影讲哦，你后头厝是有人的，啊，叫因都爱甲差不多的。唔免啦，啊，进前爸甲妈就去花过啊，而且甲因斗阵生活的人是我呢，我爱家己适应。等明日有代志，就叫因出面啊。妹妹啊，阿哥，你慢慢收过勉强你家己咧。你受到真大委屈咯，你一定要甲三宝讲啊。伊哦，伊即摆也伫中做一无心，伊比我搁较痛苦呢。我无想要让伊为难嘛。其实我今日甲伊开讲了哦，心情真正好真多啊呢。你唔免替我烦恼啦吼。妹妹啊，啊看你爱较笑面哦，我就较放心啊。要吃水果不？好啊。哎，你嘛吃啊，好。叫我将代理权转哪里？那呢，裴总一边我是咩啊交代？代志是安尼啦，美国签约通知，阮是有收到啊。也毋过，阮总经理都拢无讲到要继续签约个代志。即个即个机会，我就惊有其他个药商抢去，所以我毋才赶紧毋伫计价。搁再讲，过去即个产品拢是我伫咧走个，即摆有老董个资金。佮加上白康的通路，拢伫咧支持我。罗先生，那呢，你佮有甚物袂放心的？罗先生，我真正是最有心意的，我拜托你佮我斗相共好无？你嘛知影，一个查囡伫外口创作事业，真正就无简单。好啦。孔明兄的部分，你若发多比裴总出较济，我就甲你抢。好，咱就安尼决定。那恁麻烦你甲合约准备好，下晡恁同签约。好，无安尼，我先来走。顺行，多谢你呢。姚总，多谢你啊！你放心，第二间甲伊早拢同款，而且公司员工比早较侪啊，所以这服务哦比伊早较好。有你安尼讲，我就放心啊。挑向裴总的问好者，无问题，一定。我送你。姚总，顺行，拜拜。对了。经理也袂转来哦，啊无呢？哎呀，啊你是去倒？啊手机嘛唔接，即摆总经理大院，全公司哦你是 A 卡，你唔着应该伫公司坐镇，啊连交代都无交代出去啊，全世界拢找无你，万一公司出代志是袂安怎？伊即摆是你甲我查去，敢讲你走客户？我需要向你报告，莫讲过去哦，你是我的部属，就连这阵你连员工都唔是，你有啥物资格来管我的代志？还是讲，你阿廖春讲你是当初对我小弟，所以是伊派你来做钦差大人的？佩丽啊，你无错啊，当初你的敌人。虽然讲我无在这上班啊，不过吼，是你的总经理，佮董事长。叫来关心公司的代志啦。总经理叫你来。是啊，啊伊就找无你，啊公司佫有客户爱计较，所以哦，我就斗相共啊。啊，喂，啊，三姐夫啊。哎，文杰，啊廖总有来无？啊，处理了安怎？啊，拢处理好势啦，你放心嘛。啊，大家拢真熟悉，所以讲起来吼，嘛拢真好处理啊。你等来啊，小等姐啊，哈，总经理找你。嗯，多谢。喂，总经理。哦，是。歹势啦，我着去找客户，手机关起来袂去拍开，所以我唔在。袂啦袂啦，客人你卖想这样。哎，对。我会叫文杰老天来斗三工，我是惊讲你代志伤多，啊，这人无用袂过来啊。啊，然后什么代志哦？啊，再麻烦你甲文杰呢，小配合一下，哈。嗯。
我知影。对啊，我拄则嘛甲文杰讲啦，公司若是有啥物重要要紧的代志啊，这两天啊吼，我会麻烦伊处理者，啊再麻烦你斗相共。好，我拢了解。哎，多谢你啊。了解了，我这边是无啥物代志啊，啊你边有啥问题？无啦，我这边拢无问题，你放心。哦，安尼好，多谢你啊，好，再见。我看你连甲Kelly讲话拢就巴结了吼。无啦，你哪咧讲？啊，就伊对你公司来讲真重要，我是惊你乌白乱想啦。看起来建宏，伊不但是利用我，还佫处处伫咧提防我。Kelly， 你想啥？啊，你等下讲完，手机就还我。歹势，我袂记哩，多谢你。无要紧啊，拄则三姐夫应该甲你讲，这两天若是有重要文件伊要了解吼，可能麻烦你稍整理一下，我看了后再甲伊报告。是安怎样？敢讲我等来斗三工，伊也是感觉真袂惯性哈。你莫想遐尼济，我不过吼是等斗三工几工啊，也毋是要等来上班，嘛毋是要抢你的位啊。毋是啦，我毋是你想济啦。啊，若无你想啥？无啦，我伫咧想我家己的代志。对啦，你讲你买资料，我即摆入去摕，你等下。麻烦你。下晡药签好，莫讲是林文杰，就算裴建宏亲身来嘛无效啊。我经过，无别人意思。无别人意思。你是咪今仔误会讲，我就是认为我家己摆卡，你才甲我斗三工，所以安尼解释是。我无想遐多啦，人本来都要互相斗三工啊。今日甲我斗三工，无定着倒一工，我伫路边看到歹人哦，甲你欺负，我就用我的乖啊，替你甲歹人赶走。你这么乐观。我相信你一定有力量甲别人斗相共。希望是安尼啦，多谢哈。中岛，代销公司的总经理请食饭。下晡两点半，财务经理要去参详第二季的客户议程。啊，另外啦。有一位王湘喜先生，即马伫会客室，伊是无先约时间啊。不过伊讲真重要代志要找董事长。敢无讲是啥物代志？伊讲有一个开发案，经理敢要见伊？既然人来啊，莫让人白走一撮。那咧，我去请伊来。来啊！好，小弟妹，是你啊！原来是张小姐啊！请坐，请坐。多谢，多谢。想袂到这么紧又搁见面啊！是啊，我嘛想袂到。
更加想袂到的是，当时你们查某囝才少年、才水，还佫这么善良，无怪你公司的业务做甲这么好。多谢，这是我的名片，多多指教。你安尼甲我学咯，甲你要找阮合作这个 case， 敢有关系？啊，我都欢喜啦，歹势歹势。啊，其实吼，我未来甲你见面之前，我才在烦恼讲，张经理是毋是因为我摆卡啊看我无去，毋肯甲我见面的？啊，即摆知影是你哦，我都百分之百放心啊。你毋是早就伫咧楼卡，我拢伫要半点钟啊呢。你是找无阮的办公室遐？啊，都遮客源吼，落甲规涂卡啦，啊，有诶拢狗垃圾去啊。我想讲，哪咧直接摕来无礼貌。啊，毋则去附近的迄个便利商店啊，搁订印一份啦，啊，多多指教。我敢会当知影，台湾有遮尼济建设公司，是安那一定要找阮合作？我著直接安尼讲好啦。这个开发案的计划书内底有一份上界重要的土地是登记伫董事长的名下，若无恁的同意甲支持，这个开发案根本就无法度顺利进行。其实会有这个开发案，是因为顶边啊有一个机会，我去拜会庙的前任的主委，我甲提出这个建议了，伊非常的同意，啊，就叫我来做这份计划书。伊希望讲因为这个开发案会当来促进地方的繁荣。本来已经开始要进行啊，也毋过真不幸，伊却雄雄往生去。伊要过往进程，还佫一直交代伊后生讲，一定要尽全力来完成这个开发案。所以我们才拜托我继续落去推动。王先生，这个开发案已经有人找我讲过了呢。哦，是一位老水东先生，伊讲伊捌做过议员，甲阮爸一个好朋友熟识。计划书，我正有一份哦。哦。你看卖。内容跟他差不多。无唔对，这份计划书完全一模一样，因为这是我写的，所以我上了解。来生做一半戏，点点做你。